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八面，第八面，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从事故念足感恩图报，发无上心，尽诸此经续佛慧命。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在这个前面这一段交代，最后老人这几句话了，是回向。感恩回向，我们读了之后也应该知道感恩，知恩才会感恩，如果不知道恩德了，那个报恩的心就生不起来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在历史上是很少见到的，也可以说呢，不但没有见到，听也没听说过。原因非常复杂就像佛经上说的无量因缘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总是自己业力所干的那么我们在苦难的环境当中呢，也应该要庆幸我们的人生闻佛法能够闻到华严净土，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遇到了我们都要生感恩的心。净宗我们能够遇到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这是净宗第一经的标准本，往后有9000年，这9000年当中许许多多人是依这一部经而得度，我们能够相信那么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秉承老师的嘱咐给这个经本呢做了详细的注解。我们知道他做注的时候，第一个是年纪老了，第二个身体多病在这个状况之下不辞辛劳
把这个艰巨的工作完成，非常不容易啊！我不但是听到啊，我在北京去看过他了。看到这个事情，当然你会感动，你会觉得这老人的一番苦心，他为什么？为了末法时期往后9000年的同学。对这个经本能有正确的理解啊，明了之后信心才能升起，有信心才能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依照这个经的理论跟方法修学。这个恩德大了，无比的殊胜啊，做主的功德绝不亚于莲公老师的会议，同样的功德啊。所以这一次我们来学习啊，特地就选定大境界啊，我们知恩报恩啊。我们把这一段文简单解释啊，感恩图报，怎样感恩，怎样报恩，那就是在他老人家是发无上心啊，尽诸此经，续佛慧命啊。我们今天怎么报恩？我们今天好好依照经，依照这个注解认真地学习啊，依教奉行呢，这就是续佛慧命啊。我们要把这个经注里面道理要参透，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终极的目标决定得生净土，这叫真报恩呐！真的续佛慧命啊！下面是他求家啊，虔祈良土导师啊，虔诚祈求。此方本是释迦牟尼佛，极乐世界本是阿弥陀佛，两土道士设方如来在这个经上，在弥陀经上我们都看到弥陀经你看六方诸佛的赞叹，在本经是设方设方诸佛赞叹，上师本尊，这是老师，这个黄老、夏老都学过禅宗，也学过密宗宗门教下显密圆融，他都通达了最后归向净土这都是表法了，做给我们看了。无论是学教，无论是参禅无论是修密，到最后呢，最后还是得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让我们看看两位老人他是怎么做的实际上他们完全学华严会上文殊普贤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到最后都发愿求生净土真的生净土了
啊，他们做出这个模样来给我们看，啊，让我们，我们没有他们那种根器，他们是上上根人呐，那我们中下根人，下下根人，啊，应当死心塌地，一心归命，阿弥陀佛。这一生当中，一个方向，西方；一个目标，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这真正的学佛为命，我们这样做也会影响一些人。啊，这一些人会接着去做啊。金刚护法啊，这是求护法神保佑啊，慈恩佛护就是护持，威德名家啊，暗中啊保佑啊，祭此注释，上其圣心，广其众信。凡有见闻，同入弥陀一乘圆海。啊，希望这个注解，这个注解得释迦弥陀的加持，得十方诸佛的护念，没有注错啊，所注的字字句句。都获如来教化的意思啊，后人最重要的就是对经对注深信不疑，你就得利益了啊。印祖所说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就得十分利益啊！凡有见闻，这是讲有缘人啊，佛度有缘人，能够见到这个经，见到这个注解啊，就能参与这个法会啊，同如弥陀一乘圆海，念佛堂就是阿弥陀佛一乘圆海。一乘是乘佛，不是菩萨啊，不是二乘三乘啊，二乘是大乘小乘，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一乘是乘佛啊。这个法门直接闻到一生成佛的法门啊，所以称之为一乘圆海。幕后这两个字是感恩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摄受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他前面交代的话就说到此地，下面呢这就是解释这部经了啊，这第二大段概要啊，十门分列中前九门啊，警摄此经，以华严宗法即弥陀疏钞列总开十门啊，先说明他这个注子所依靠的啊，依靠华严加法啊，华严是用什么开启介绍全经大义啊，然后再细说经文啊。那么前面这个什么，特别是什么前面九门啊，
是让我们学习经教的人，还没有接触到经文呢，先把全经大义说明。这个里面它有两重意思。一重意思让你先了解全经大义。启发你学习这个法门的兴趣。所以这个是必要的。一般是老参老修行的人，这经都很熟了。他来参与法会做影响众，他听什么？就听玄义，这个概要就是玄义。因为玄义是你对于全经的体悟都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了也就是说你修学的这个层次，你到哪一个阶段从这一段能完全体会到老修行要听的就听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人讲你修学的心得听你的心得报告，后面解释经文不需要听，他都很清楚了虽然很清楚，真的有不少人从头到尾还是非常认真非常恭敬地听下去，那做影响众领导初学初学人对这个没信心，怀疑听不下去，看到这些老修行都这么认真在听增长他的信心给他做榜样，给他做示范那真正学佛人就明白了无论你听得懂听不懂，你有耐心一直听下去，你才能入门呐那么莲池大师著阿弥陀经这分量很大他那个注解叫阿弥陀经疏钞疏是解释经的，抄是解释疏的，就是注解的注解疏莲池大师做的，抄也是他做的注解写出来之后，里头文字还有很深的地方，怕后人难懂，所以把他这个疏再做个注解，慈悲到极处他的弟子古德法师是莲池大师的传人，莲池大师往生之后所有的著作是他老人家编辑整理把它出版了留到现在现在是精装，差不多是我们这样的本子四册，这样大的本子四册莲池大师的著作，我们要感激古德法师。古德法师很慈悲，怕的疏钞还是有很深的地方总是想着后人能很容易就能够看得懂，所以他把疏钞又做了个注解叫演绎所以你看到阿弥陀经疏钞演绎那个演绎呢是古德法师的疏钞是莲池大师自己写的疏钞都是写的，他老人家做这个疏钞
也是以华严声闻开启，不容易啊。我们能体会到他老人家的苦心，在他那个时代，中国禅宗可以说普及了全国。啊，禅风之盛，啊，那盛是表面上的盛，啊，实际上禅最盛的时候是唐宋这两代，啊，他们是明朝时候人，啊，祖师看出来了，参禅呢功夫不得了。要想超越六道啊，不容易啊！啊，佛法的修学，超越六道算是小成就，你真的小果了。那要是出不了六道轮回，没有成就啊！啊，只可以说呢，阿赖耶里面的善根增长。不能算是成就，啊，所以提出净宗法门，没人相信，而且大家呢轻视净土法门，总认为净土法门是老太婆教，啊，误会了。释迦牟尼佛为了戒引没知识的这些人，啊，就劝他念佛，啊，都是这样一个心。这个心理啊，一个错误观念啊，那怎样把净土提升呢？啊，那么大家的时候对《华严经》没话说啊，不懂佛法的人听到《华严经》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所以。就用华严十门开启来讲佛说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提升到跟华严一平等，这是莲池大师的苦心啊！哎，你们不相信华严吗？弥陀经跟华严没两样，我们大乘教里面有个谚语说。圆人说法了，无法不圆。啊，圆人是见了性、明心见性的人啊。啊，他随念一法的时候，他都能够化缘相应。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莲池大师也不是平常人啊，平常人做不到啊。啊，欧耶大师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关系呢就像孟子跟孔子的关系。啊，欧耶要找个老师，找不到。确实，你看看他的。他的这个著书你就看到了，他当时对佛门啊一些修行的人不太满意啊，所以他自己取个别号叫拔步道人啊，给一般人不讨往来，格格不入啊，这是佛门的一个怪人啊！莲池大师那个时候往生了，住坐在啊，所以他私塾莲池啊，也就是说，一
莲池大师为老师，这老师不在世，老师的著作在。啊，依照老师的著作跟他学习，如同古代孟子。啊，孟子学孔子，孔子也过世了，啊，孔子的著作在，读孔子的书。有参不透的地方呢，向孔子学生请教，他学成了，啊，学得比孔子的弟子还好，啊，所以儒家一提，天提孔孟，啊，不提别人，啊，这就是说明，虽然他不是孔子亲自传的，他依照孔子的书学的。绝不比孔子亲传那些学生差，成绩非常优秀。啊，这是中国开四书啊之先呢。啊，在我们佛门，啊，这个藕益大师就学莲池，啊，他最佩服是莲池大师，啊，他也学得很像，所以莲池是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藕益大师是第九代祖师，啊，这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真正善知识找不到了，找古人呢？啊，学《阿弥陀经》就可以找莲池大师，啊，学《无量寿经》，我们就可以找黄念祖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在密宗他是金刚上师，啊，所以他这个地方有上师本尊，啊，黄老也往生，他老人家念佛往生，啊，病重的时候，传信息告诉我，每一天念佛号14万声。啊，睡眠很少啊，佛号不断了，啊，他真走了。那么这个声闻就是他这一个心得报告分10个段落，啊，这样讲呢，大家就好懂了。下面啊，他就开了这10个题目开了。每个段落有个标题，啊，即为一教其因缘，啊，第二呢，本经体性，第三个一经宗趣，第四个方便利用，第五个所披根器，第六个藏教所示，第七个部类差别，第八以会。教是，啊，一是翻译，会是汇集，啊，这个教就是彭济清的，啊，他做了一个结教本，啊，是是解释，啊，第九总是名题，啊，解释这个经典题目，幕后一段呢，那就是正摄经义，啊，这就开始。解释经文，啊，这个经文总共有48篇。前九门总论全经纲要部类，啊，此与天台宗之五重玄义大同小异。啊，天台宗，它是依据。法华经，啊，法华也是一乘经典，啊，那么他的报告里面是分5段，华严宗是分10段，华严是以十表法，十代表圆满，啊，因为十总是麻烦的，所以历代讲经的法师，啊，来做这样的报告啊。
多半都用天台，啊，它简单，啊，很少用华严的这个方法，啊，华严是好，但是要费比较长的时间，啊，所以五重玄义在现在，好像也不做先生，现在报告前面讲个讲经因缘就好了。啊，后面就讲经因缘讲完了，大概就是再讲个讲经的题目，啊，就开始入经文了。啊，越来越简化了。啊，可是真正要研究啊，华严好。啊，我们自己修学不能够。他这个，用这个简洁的方法呢，不需要。如果到外面去讲经可以，啊，现在的人如果用这种方法讲，讲了很长的时间还听不到经文，他兴趣就没有。啊，他就退席了。啊，所以说越简单越好。这从前我们在台中学习经教，老师把这些都给我们讲过。啊，但是为了现代社会呀，契机呀，都不用这个。啊，我们不用他这些题目，但内容是一样的。啊。说一个讲经的因缘，为什么要选讲这部经？啊，再去讲经的目的，啊，然后就去接着就讲经题了，这就入经文了，啊，所以前面的玄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讲完了，啊，第二天呢就能看到经文，啊，这是因现在这个社会大众的根基。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么像这样的修学方法呢，在哪个地方适合呢？在佛学院适合。啊，在寺院，对寺院的同修，大家都在一块修行的。啊，这个可以。啊，在一般场所，啊，临时那种这种会场的时候，不能用这个方法，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这总之啊，届时将易经的纲要，纵论于前，发挥明了，使读者呀，先是总体，后研经文，纲举目章，易于领会。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能够看到古时候丛林里面讲经教学的模式啊，在佛门叫仪式啊，现在讲方式，意思都是一样的啊，过去。寺院庵堂都是学校啊，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释迦牟尼佛19岁出去参学，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19岁之前，他一定有相当好的基础。他才能出去参学啊！他要是没有基础的话，他不能出去啊！啊，我们在中国看到孔子在《论语》里头叙述他自己：“涉吾游之于学。”那我们相信
释迦牟尼佛有志于学，一定早过孔子。啊，他有相当的基础，才能够徇私访友啊！啊，19岁出去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里面的大德，他都亲近过，一个也不漏啊！啊，12年，他30岁。啊，那么这12年当中，我们相信他的成就非常优秀，他好学，人又聪明。啊，王子的身份，那个特殊身份，到什么地方都能够受到礼遇。啊，这样一个人才，谁不喜欢？啊，那么印度，古印度。宗教学术都提倡禅定，啊，佛经里面讲的四禅八定，这不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古印度婆罗门所修的。那么婆罗门教就是现在的印度教，我跟他们往来的很多，啊，这些长老们告诉我，他们教的从古代承传下的历史，至少10000年以上啊，啊，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而上古时代没有文字记载，啊，有了文字，印度人不重视历史。啊，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啊，年月日记载的清清楚楚，印度人不搞这些，啊，印度人重视开悟，啊，不重视历史，啊，所以我们能信得过，啊，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止5000年。啊，因为中国文字的发明呢，在4500年，啊，皇帝时候发明文字，在文字没有发明之前传书，啊，皇帝以前有神农氏，在前有佛系氏，啊，传说当中神农到皇帝500年，啊，佛系到神农又是500年。啊，你这个500年，那就是1000年了。啊，我们讲中国传统5000年文化了，讲到伏羲、神农，啊，上面还有啊。所以孔子集大成了，就是把古老的传说用文字记载，流传给后世。所以我们相信《论语》里面许多话不是孔子说的。孔子他老人家讲，他一生述而不作，啊，述是所说的别人的、古圣先贤的，不是自己的。啊，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幸而好古。对于那些传说他相信，他喜欢，啊，所以五伦八这个五常四维八德绝不是他那个时候才有的，啊，我们有理由相信总在10000年以上，啊，古人传下东西精简呢，啊，你才好记呀，才不会呀贬值啊！啊，无论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你看这个很容易传的，不会传错啊！啊，千万年一直一直传下来呀、啊！啊，无常常道，永远不能变更的道啊！啊，五个字啊，仁义礼智信。啊，这都是没有文字之前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啊，四维是礼义廉耻四个字，八德八个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啊，中国文化的精神。啊，发展到现在。啊，这个《四库全书》乾隆时代编的，啊，这个典籍世世代代累积下来，你去看，无论看哪一个人的著书，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所以我们用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把中国传统文化了，自古至今全部概括了。没有能超过其外的啊！到汉朝，佛法传到中国来了啊！这不是本土文化，中国人心量大了，能包容啊！啊，能把佛法跟自己本土文化融合成一体。啊，就像汤恩比会的这个话一样，啊，佛法丰富了中国本土的文化，把境界向上提升。啊，那佛法就变成中国文化了，讲中国文化绝对不能够离开佛法。啊，我们懂得，我们才会爱护。啊，那我们这几样东西，啊，佛法放在一边不谈，啊，就是讲，啊，中国的是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在现前这个时代，走遍地球任何一个角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都能够融会贯通，没有障碍啊！啊，这是我们最近这个十几年亲身经历。啊，我们讲清楚，讲明白，没有人不欢喜啊。啊，都能接受啊！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有很多人误会了。啊，以为这是中国人称霸了，不是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普及全球。啊，让这个世界真正能化解冲突，恢复安定和平。啊，大家都需要啊，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啊。啊，只要像黄念祖老居士，要知道报恩呐、啊，报老祖宗的恩呐、啊。啊，怎么个报法呢？要把传统文化落实。啊，就是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我们要做到，认真地做到。
啊，这是中国人，啊，这是中国老祖宗的后人、传人，啊，这才能真正报恩。啊，你真做到了，它的效果非常明显。第一个，身心健康。啊，在佛法讲的嘛，相由心转嘛。啊，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底下呢，就是国治天下平啊。啊，天下平，那个平是平等，就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所以世纪的社会，迫切需要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汤恩比看的没错。那么概要里面第一段教其因缘啊，我们现在来学习这一段啊，教其因缘者，名大教，所以兴其之因缘。名是说明啊，大教就是大乘啊。净宗是属于大乘的，啊，大乘佛法之所以兴起的因缘，啊，为什么它兴起？啊，我们学佛首先得明白这个。这里面分两段，第一段呢，初明大教与净土法门的兴起，啊，大乘法跟净土法，净土法门怎么兴起来的？第二段呢，则详述本经兴起的因缘，啊，就这部经，啊，大乘无量寿经。啊，他的兴起因缘，我们看下文。夫一切法不离因缘，啊，夫是个语助词。老居士，啊，虽然用很白的文字来写，但是还是有文言文有些规矩。这个复是文言文的语助词，没意思的啊，语助词，就是说事处世间一切法离不开因缘啊，他的兴起大教之心呢，因缘无量啊，而无量因缘唯唯一大事因缘故啊，确实，宇宙万物生起的因缘都是无量、无尽、无数啊，不是偶然的啊，真的是无量因缘的。那么佛在教学，特别是教初学。把无量因缘归纳为四大类啊，这就好说了啊。这个四大类呢，第一个是轻因缘，第二个是所缘缘，第三个是无间缘，第四个是正上缘啊。无量因缘
佛把它分为这四大类。诸位要知道，这四大类的每一大类都是无量因缘啊，这个在讲学的里面呢，有它的方便法啊，这是略说。好比一个植物啊，这个植物怎么会生长的呢？它有种子，那个种子就是清净因缘。它没有种子，它怎么能生长？可是但有种子，如果没有其他的缘，那个种子要是放在茶杯，放100年，它也不会长成树吧？啊，所以它有所缘缘。啊，所缘缘的时候，种子一定呢，他希望它能够长成树，啊，开花结果，啊，它的所缘这个目标，哎、啊，也就是像动物，它所缘缘，它一定想生存下去，啊，还想的说繁衍后代，啊，这本能嘛，那叫本能嘛，啊，这所缘缘，啊，这个所缘缘的时候不能间断。啊，一间断了，它就毁灭了。啊，所以你看前面三个缘，这三种现象啊是一体的。后面是增上缘，啊，它也不能少的。增上缘是种子要长成，它要土壤，它要空气，它要水分，它要肥料，甚至还要人工来帮助它，它才能长得好。啊，那这些呢，全叫增上缘。啊，增上缘是外面的力量的帮助他，外力。啊，前面三种缘都是自己本身本具的。啊，那么佛法是因缘生的，所以这个意思很深的。凡是因缘生的，都不是真的。啊，缘生之法，它有生有灭。啊，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所以佛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对这个佛法可不能执着。啊，你说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错了，你要执着这经典是佛法，你也错了。啊，它是语言生之法。啊，真的东西，真的东西不是原生的，那就是本有的。啊，自信是本有的。啊，自性里面的性德是本有的，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是本有的。啊，这个意思就深了，这就变成现在的所谓是高等的哲学与科学了。啊，给你讲原生法那是初级的，啊，小学、中学都可以说的。啊。所以无量因缘唯唯一大事因缘啊，这就是无量因缘总归拿起来我们找它一个最重要的因缘是什么啊，为什么要出生啊，那么这就是一大事因缘。一大事因缘是法华经上讲的，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唯以佛智之见示悟众生。这一大事因缘在《法华经》上一句话：开示悟如佛智之见，设方诸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为什么？就为这桩事情。因为佛智佛见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所以佛不度众生啊。佛给你什么？佛什么也没给你啊，是你自己本有的，本有的你迷了。你不得受用了，
你在迷惑颠倒，在搞六道轮回，过这么凄惨、苦难的日子，佛来点化你，你有佛知佛见，你本来是佛你迷了，迷了自信啊。所以佛对众生只能做到两个字，开示。这两个字用什么手段来完成呢？身行言教。身行是事，所以事是做样子给你看嘛。言教是言说，佛教化众生是以事为重要的方法，言补足事之不足，先做出样子给你看，你看了之后让你感动体悟，看了之后感动了，不甚明了，你再去问，问的时候给你解释。佛先做出来呀！佛为什么要示现苦行僧？三依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这是干什么？这什么意思？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时候，我们意思懂了，叫人什么？放下了，放下就回归自信了。你为什么不这个迷的呢？就是因为你有自私自利。你有贪嗔痴慢，你贪爱五欲六尘的享受，你搞这些东西这就迷了，实际上五欲六尘享受可不可以？可以，这为什么不可以呢？你享受在这个里面呢，不起分别，不起执着就对了。跟你享受的时候，他起分别，起执着，七情五欲，那就坏了。他这个里头产生了许多副作用，这就造孽了。产生这么多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又惹来的果报了。这不善的因，这不善的果，六道三途。诸位要晓得，六道三途没有，自性里头没有，本来没有，现在有没有？现在还是没有。他跟你讲，你就不相信；你说现在有，你相信；跟你说现在没有，你不相信。在佛菩萨心目当中是真没有，不是假的。当相皆空，了不可得。他哪里会有呢？那个佛经上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般若经，我们总结起来讲，六百卷大般若经讲什么？就讲四句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这四句话，释迦牟尼佛讲了22年，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是这样。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执着以为真有，错了。在这些境界里面，虚幻的境界里头，你起了控制的念头，你起了占有的念头，错了。那你就造罪业了。如果你受用，
没有这个念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那你的受用就是诸佛如来的受用。啊，给诸位说，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那就是这个受用。十报住庄严土里面的人，有受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动念。啊，那叫真享受啊，那叫极乐世界啊。不起心不动念的，啊，所以那个享受他一点妨碍都没有，没起心动念。啊，我们今天的享受里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麻烦在此地。啊，所以说没有轮回，把它制造出轮回出来了。啊，轮回是卧梦啊！你睡觉本来没有梦啊，啊，天天做卧梦啊，这卧梦是你自己制造的，不是别人给你的。这大师因缘就是开始悟入啊，佛他能做的就这两个字开始啊，但是。这众生呢，接触到开始要能悟入啊，啊，悟是明白了，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看破了，入怎么样呢？入得放下，放下就入了，啊，你放不下，没有不入境界，放下就入了。啊，近代印光大师有个非常了不起的方法，啊，教我们怎样悟入。啊，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官房闭关。啊，苏州。灵岩山寺，他老人家最后休息了道场。啊，那个官房我去参观过，很小，非常简单。啊，只有一张方桌，桌上供养一尊佛像。什么都没有，很简单，一尊佛像，啊，一对蜡台，一个香炉，啊，一个银磬，一个小木鱼，啊，佛像后面写了一个大字，老人自己写的，写了个死字，这个方法妙啊，啊，让你一看到，死到临头了。试问问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所以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我自己常常想到，我们的寿命就到今天为止。啊，今天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想投的？啊，那我们在认真呢，在想死，死了，啊，死到临头了，还能想这些衣食住行吗？还能想这些享受吗？没有了，现在只剩一个念头了，求生净土。什么都放下了，只想阿弥陀佛。啊，我在这里等你，你来接引我。除这一念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这个世间哪样能够生活着？连身体都不是的。
我们要用这种心态去念佛，那真是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就往生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阿弥陀佛没来，等了一天没来。啊，明天还是做如是想，天天做如是想，这什么意思？给学佛同学做个样子。啊，肯定有一天阿弥陀佛来了。阿弥陀佛说：“你做样子就够了。”啊，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没有别的，彻底放下了。啊，放下不是把事都扔掉，不是的，事照干。啊，今天这一天事情还得照干，心里头痕迹都不落。啊，心里面呢，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的是阿弥陀佛，想的是阿弥陀佛，真念佛，不搞假的。哎，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诸佛如来到这个世间来，就为这一桩大事，为了什么？帮助众生赶快成佛。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念佛肯定就做佛了。啊，本来是佛。啊，世间事，设法界的事，别去理会了。随缘就好，不要攀缘。啊，是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啊！古大德教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啊，在周边一切人事物上还会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那你就在造新殃，你就在造孽，错了。啊，事上随缘，心上要干净。啊，事为什么呢？假的，事是无碍。啊，只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什么障碍都没有。啊，障碍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里面最严重的障碍，啊，头一个是对立。决定不能跟人对立，不能跟事对立，不能跟一切万物对立。啊，首先要把这个消除，成就自己这一生圆满的道义。啊，决定不能有控制的念头，更不可以有占有的念头。就学这个，从这下手。啊，怎样把念头化解掉呢？念阿弥陀佛就化解了。啊，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只想阿弥陀佛。啊，一心想着早一点回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那个地方休息的环境好啊，人的寿命长啊，无量寿啊，啊，而且快速成就，啊，为什么呢？休息的环境好，啊，决定没有障碍的缘，被你遇到，你在那里找不到有障碍的缘，都是成就的缘。
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所接触到的都是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晓得，你能够时时刻刻接触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你有能力分身呢。啊，坐在那个地方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供养听佛说法，这是十方世界的没有的缘分，极乐世界具足啊，所以广学多闻，到极乐世界真的广学多闻。啊！诸佛亲自教诲，你有能力分身。啊，你是这样殊胜的因缘，这么殊胜的学习环境，怎能不去吗？何必贪恋此地？啊，释迦牟尼佛怕我们在这里动贪念的念头，所以一生不搞道场，没贪念的。啊，树下只准睡一晚上，为什么呢？这树叶阴凉很大，你起了贪心，只能睡一晚，第二天到别的地方去。啊，断你的贪心啊！啊，这真叫善巧方便，帮助我们不生烦恼，帮助我们不造罪业。啊，这些大师因缘。啊，那么也有人讲这个大师因缘生死大师。啊，有这个意思不够透彻。啊，透彻还是要依经来说。啊，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开示悟入佛智之间。啊，就为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在整个佛法教学里面，它有三个阶段完成。啊，学佛学什么？啊，经典里面我们常常念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句话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可以翻，啊，可以翻，为什么不翻？叫尊重不翻，因为它是你修学的终极目标，所以保持着梵文，尊重它，啊，翻成中国人叫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就是我们要圆满佛的知见这三个阶段啊，先求正觉觉悟啊，啊，正确的觉悟，不偏不斜。都是自性本有的啊，如何能够成正觉呢？你只要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执着放下了，你就成正觉了啊。成正觉有一个学位的名称叫阿罗汉，哎，你就证得阿罗汉。所以诸位晓得，证得阿罗汉就是成正觉了。啊，开始悟入佛的知见呢，你达到了第一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继续再放下，放下分别。啊，分别比执着轻。啊，执着是很严重。
执着才有六道轮回，执着放下了，六道就没有了。这样超越六道轮回，没有六道没有了，假的，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啊，那个梦境不存在了。啊，你再放下分别，与事出于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啊，那你就提升了，境界上升了。你就证得正等正觉啊，正等正觉称之为菩萨啊，这是佛法的第二个学位名称啊，你就成菩萨了啊，谁不是菩萨？放下就是。啊，最高的这个学位，啊，上面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学位名称叫佛陀。所以，《大乘经要》里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说是不是？是啊，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是佛。不放下，不放下还是佛，不能说你是不是佛，你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佛啊，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佛不敢轻慢一个人，那为什么呢？他知道通通是佛。佛佛平等啊，佛佛这性德交流啊，佛看一切众生是佛，众生看佛也是众生，他有分别，他用分别心去看他，用执着心去看他，啊，那就不一样了嘛，看错了嘛，哎，所以你要问问。哎，我哪一天成佛？很简单，哪一天呢？你看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恭喜你，你成佛了。啊，不但有情众生都是佛，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是的，没有一法不是的。哎，你就成佛了。啊，你还看这个喜欢，看那个讨厌，那你是哎六道凡夫。啊，佛就为这桩事情出现于世，啊，帮助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佛恢复正常啊！啊，这就是诸佛菩萨这个兴起的因缘。华严兴起品。有这么一段话，如来应供等正觉，这是佛陀的十号啊，十种称号，所有诸佛是平等的，这十种的号是性。啊，所以你自信就通通有。兴起正法了，不可思议啊。啊，正法就是大乘。啊，大乘从哪里来？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所以兴起它不是缘起。缘起不是真的，性起是真的。啊，这个要知道啊。我们中国老祖宗给我们讲的这些
伦理道德是先期的，它不是缘起的。啊，中国传统文化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孝道。孝文化，从孝里面延伸出四科，就这四样东西，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它是先期，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设定的，不是的。啊，就好像大自然，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啊，不是人给他定的。啊，大自然，佛法的名词叫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啊，就信得了。啊，中国老祖宗也很了不起，告诉我们这事实真相：人性本善。啊，《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相对的。是缘起的，这个善是性起的，性起没有相对的，那换句话说，善恶两边都不占，那叫真善。啊，有善有恶，不善了。啊，这个境界就高了。啊，人性本善。要用佛法来讲，好懂啊！慧能大师见性的啊，性是什么样子？你看他描绘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清净是性的，清净是性起，他性本来是这样的啊，从来没有染过。我们现在的这个清净的本性有没有染过？没有，是吧？在圣，在佛的位置上没有加一点，在凡不减，它也没有减少一点啊，它是真的，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呢？啊，他不是在两边，他也不是在中道啊。中道跟两边又是对立了，所以那两边不离，中道不存呢，这不可思议。你不能想，你想错了；你不能说，你说也错了，你说不出来的。啊，所以宗门大德有个比喻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不出来。啊，只有到了个境界的人，啊，彼此会心一笑，都明了了。啊，不到那个境界不行。啊，即性起啊，性起跟缘起不一样，性起正法啊，大乘是性起，小乘是缘起啊。大乘里面有没有缘起？有啊，大乘要分等级，要分上上乘是性起。啊，那么一般讲的大乘、大乘、中乘、小乘都是缘起。啊，禅宗很明显，慧能大师戒引的上上根人，那性起；神秀大师戒引的是大乘，缘起。啊，所以他还有身是菩提树，心入明镜台，缘起。
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所以这何呢？非少因缘，成等觉处心于世。啊，这是缘起。啊，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是缘起。啊，不是心起。这个缘起是什么？感应。啊，因是什么呢？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这个我们用江本博士的水师印，啊，你就会很清楚。啊，他水师印的有很多照片的，我们这里走廊上挂着有，诸位可以先去看看。我们起心动念是感。是缘，水是矿物，那的物质是它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永远不会灭的。啊，能大师见性第二句话，何其自性，本不生灭。那个本不生灭，就是讲你见闻觉知，这见闻觉知是自性。啊，可是迷了之后呢？迷了之后就不叫见闻觉知了，叫什么？叫受想行识，变成阿赖耶了。啊，阿赖耶就受想行识。你看前五识受，第六识想，啊，第七识行，啊，行就是念念不住。第八识叫识，变成受想行识。啊，我们今天讲精神，讲心理，讲心法。啊，所以心法跟那个物质是永远分不开的。啊，只要是物质，里头一定有见闻觉知。那在六道里面，那肯定的时候，它就有受想行识。啊，所以我们起个念头，哎，我喜欢你，你看那个谁，他就收到了。哎，他也很喜欢我们呢，他就现的那个图案就非常美。啊，我们喜欢他，他喜欢我。我讨厌他，哎，他现在像很丑陋，哎，意思就是我也讨厌你，通人情啊，矿物啊。我跟江本博士说，水有受想行识，所有物质都有受想行识，你好好去试验。啊，他现在像。不只是色，啊，佛告诉我们，它有四种相：色、香、色、声、香、味，它有这四种。啊，你今天做实验才看到四种，看到一个，看到色，啊，它的音声，你没听到，啊，它的香味。你没闻到啊，他还要味呀，你没尝到啊，哎，有色声香味啊，所以说科学啊，跟佛法比还是有一个距离呀、啊。啊，什么时候科学方法能把色声香味通通吃出来，那就圆满了。啊，佛给我们讲诸法实相啊，那不是假的，真相，实相真相，一切法的真相啊，小到物质现象啊，我们现在讲基本粒子啊，夸克，肉眼看不见的这么小的物质，你不能轻视它。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这个小物质组成的。啊，每一个最小的物质，基本的这些物质说，它通通都有受想行识。啊，觉悟了了，
受想行识就变成见闻觉知，迷了的时候见闻觉知变成受想行识，它不生不灭。哎，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是感应啊，众生没有感，佛就不会出现啊；众生有感，佛就出现了啊。我们想见阿弥陀佛，哎，阿弥陀佛真的被你见到了啊，你有感了。哎，我没有感，为什么也见到阿弥陀佛？其实有感，你自己不知道。感是有显感，有敏感。啊，显是起心动念，很明显。我想求佛，明是说呢，我起心动念自己都不知道。啊，或者是过去的缘，不知不觉他成熟。啊，感得佛现前，菩萨现前。啊，应也是两种，显应、明应。我们求佛，佛菩萨来了，来了，我们肉眼看不见，明应，他不是不来，他真的在你身边，你看不到他，他看得到你，你看不到他，明应，冥冥当中啊，照顾你。啊，帮助你，真有啊，不是没有啊。啊，有显感、显应、敏感、敏应，这感应有四句啊。啊，这是说明是佛法是缘生法。啊，缘生法不能执着。啊，要不要它呢？现在我在迷，还没有开悟，没见性，我需要它。啊，他帮助见性之后不要了，就全放下了。啊，见性之后你再去执着他的话，那你又迷了，你就错了。我们没有看到见性的人还带到一大堆经书，没有。啊，没有见性的人走到哪里是带经书啊，见性就没有了。为什么？所有一切经论同时自性里头流出来了。他要带来干什么？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一生没带过一本书。啊，他到哪里去就是一波。啊，不可能有一本经书啊！你拿着经书去问他，他对答如流啊，没有一样东西把他拦住，那什么诚信啊！我们学佛终极目标就是要见性，要见性就得要放下。烦恼障放下，所知障放下，啊，障碍就没有了。底下一句说：“以十种，这个十不是数字，是比喻，比喻什么呢？无量啊，圆满了、啊。华严是用十表法，弥陀经上用七表法，都不是数目字。”代表圆满，切代表圆满。四方上下，这是六啊，还有当中这七，七是表这个法圆满。十呢，是代表数字，从一到十是个圆满数字。啊，它是表法的，啊，所以代表圆满的，
也就是底下讲啊，无量无数啊，无边无尽，他取这个意思，百千阿僧祇，阿僧祇是古印度的一个大数目的单位十大数的一个单位。因为臣等正觉出现于世，这话我们能不能相信？能相信决定不是我们一个人，我们在那想佛，佛就来出现于世了，不是多少众生跟佛有缘共业所感，佛出现于世了。不简单啊。那我们再回头来想，我们现在这个待业的这个业报身到这个世间来的找到父母，我们到人间来了，这有多少因缘？该怎么说？跟这是一样的，也是十种无量无数百千阿僧祇因缘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了，这个缘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佛菩萨出现的这个缘是清净的，是善的。我们到这个世间，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的搞轮回这个缘是染缘，这个缘是不善的缘。所以任何一法了都是无量因缘成就的，凡是因缘成就的，要知道没有自信，没有自体。《中观论》里头说，因缘所生法了，我说即是空，这是佛说的。所以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你可以欣赏。你不能控制，你不能占有，那就对了，你完全做对了。你要想控制，想占有，那就错了，你造业了。不管你怎么样造作，你都控制不了，你也占有不了。这跟你讲真话了。你有这种念头的时候，你心里头染污了。不清净了，清净心失掉了，平等心失掉了，这华严经经体上觉悟的心失掉了。清净平等觉是你的心得，是你本有的，你本来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三个都失掉了。清净没有了，变成染污。平等没有了，变成功高我慢；觉没有了，变成愚痴糊涂，都变质了。所以真正修行人应该要知道，一切时一切处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真修行。真修行，你就想到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样子，真放下，一切时一切处，他心里干净，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知道，
啊，他什么都具足，他丝毫欠缺没有。为什么？性德是圆满的。啊，这个不可思议，是真的，不是假的。下面说，乃至广说如是等无量因缘，为唯一大士因缘。大士因缘为何？为与众生开示佛智之见。啊，开示佛智见故。啊，唯独就是希望众生。啊，开示佛智见。佛知佛见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下面说，夫华严经是世尊最初所创言。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实现。啊，成佛的时候，第一部讲的华严经，这最初讲的。啊，小乘不承认。为什么呢？佛在定中讲的。啊，我们一般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二七日中啊，他在菩提树下打坐两个星期才出定。啊，我们怎么会知道？他在定中啊，为化身菩萨讲《华严经》，那就是什么？他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性是什么样？详详细细跟大家做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慧能大师开悟了。给五祖忍和尚提出报告，二十个字。能大师的这个开悟，跟释迦牟尼佛开悟没两样，完全平等。然后我们就知道，慧能大师这二十个字一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一浓缩就是那是二十个字，妙啊！啊，一个是细说，一个是只讲纲领啊。啊，所以。能大师能不能讲《华严经》？没人祈请，没人找他了。真要祈请，请他讲《华严经》，他讲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里面，也就是教导我们。应该怎样修复、啊、不要往经教里头钻了。问经教里头钻说苦不堪言，我说不开智慧。所学的什么？学的皮毛，文字皮毛，那叫现在的名词叫佛学，那不是修复。修复要像佛一样开悟。啊，绝不是把佛的东西记在心上。啊，把佛的东西记在心上，变成了所智障，还是障碍你明心见性。啊，但是说大概不会障碍你往生，障碍你见性，你见不了心，障碍你正果，这肯定造成障碍。啊！可是你要认真去念佛求往生呢，还得要把这个东西丢掉。啊，
你得用清净心生无量寿，啊，生极乐国。啊，心不清净，到不了极乐世界。啊，这个都得要晓得。这华严经初说，那法华经呢？幕后之垂教，啊，说一个最初的，说一个幕后的。自始至终啊，为此大事因缘，于令众生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啊，这什么意思呢？下篇说了，一切与一切众生开明本心，同佛之见等正觉也。这解释了。啊，佛的知见，佛的知见是你的本心。啊，你本心里面，这个本心就是，像慧能大师所讲的，何其自信，那就是本心。本自清净，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一样都不缺，圆圆满满。啊，《华严经》上说出来了。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用这一句话可以解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如来智慧德相。那智慧德相是什么？那用我们这个经来说，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通通具足。本自具足，没欠缺啊！所以佛法没别的，放下就是啊！我当年学佛啊，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就张家大师啊，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啊，这个朋友在满清时候，他是亲王，啊，明亲王，啊，清朝亡国了，他也变成平民了，啊，我们才有缘认识。啊，他是张家活佛的弟子，啊，我刚刚接触佛法。在那里看经，啊，他看到了，他说：“你看的能不能了解？”我说：“不行，啊，这个意思参不透。”他说：“要不要找一个老师指点指点？”我说：“谁呀？”他说：“张家大师。”我说：“好啊，我也不知道张家大师是谁，因为他的一番好意嘛。”好啊，那有人指点太好了，就带我去见。啊，我跟大师见面，啊，第一句话向他请教，说方老师把佛经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的好处，啊，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切入？我提出一个这么一个问题，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多钟点。啊，他说了一个字，有。我等了半个多钟点才等出一个字，有。啊，那精神就振作起来了。那他又不说话了。这又等了差不多六七分钟。
跟我说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这个老人这些方法，我们感到很惊讶了。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一问你，应该就答了？为什么要等半个钟点才答复？我大概到十几二十年之后才恍然大悟。啊，那个时候年轻，一定心浮气躁。啊，所以老师看着我，让我把整个妄念放下了，聚精会神。啊，用清净心来听他教诲。可他是个有，那我这精神业怎么又浮躁了？哎，所以还得按一下。使我想到古人教学，那个味道啊！啊，我那一天才尝到一点边缘呢。啊，言语非常简单。啊，他说的没错。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在经教里面学到今天59年了，啊，讲经也讲了52年了，明白了。啊，所以现在人学东西学不好，那当然了，我是心浮气躁，啊，那比我差远了，他怎么会学到东西？啊，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已经不错了，可是在张家大师面前不行，不够格。哎，还得跟他坐半个钟点呢。啊，他老人家才开金口啊。啊，现在哪里去找这个学生？如果学生给我提个问题问我，我要是半个钟点不答复，他再溜走了。听都不听了，啊，我还不错了，啊，我还真能等啊。所以讲，古人教学，这个传道的话，跟现在人不一样，但他真有东西啊。所以这是。这个话就讲白了，啊，是希望一切众生开明本性，开明本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同佛之境，啊，跟十方如来所证的完全相同，啊，这就叫成等正觉，啊，等是平等，成正觉。这个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本经兴起之因缘呢，亦复如是，跟华严跟法华没有两样啊，直接帮助众生开明本心，同佛之心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就把《无量寿经》跟《华严法华》平等了，不但平等，还超过。这到后面会给你讲到。啊，《华严法华》引导我们入无量寿。这有证据啊，《华严经》到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轨记录，那清清楚楚啊！啊，所以无量寿是华严法华的归宿，啊，华严法华的总结，你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了，啊，因为这才让我们真正认识。这部经在整个佛法的分量，
啊，没有能够相比的。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得来不容易啊，得来多么幸，多么庆幸。下面这举例说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部经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就是阿弥陀经。啊，我们现在流通念的是慧，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姚琴时代。玄奘大师是唐朝时候，啊，就唐译本，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啊，里面有这么一句：“我观如是利益安乐大士因缘说成谛语。”啊，这句话，罗什大师译的经都没有。玄奘大师翻译的有，啊，玄奘大师是直译，照着梵文经文直译；罗什大师翻译的是译译，没有照原来的经文，把原来经文里面意思，啊，完全用中国人熟悉的这种文法翻译出来，啊，所以我们念起来就像念中国古文一样。非常容易接受。说可见净土法门之兴起，正同于华严法华，同为一大师因缘也。啊，何以故？这再加个为什么？怎么时间也到了？是不是？我都忘掉了，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明天我们接着往下学。